这是哪儿？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。你可是千山之人，我是雨宫的人。时任大人走得匆忙，忘了东西，所以前来找他，不小心在密道中迷了路，触发了机关。密道中的蜡烛和火把，燃烧的是靠特殊灯油。 油中有清毒，长久不出，就会四肢发软，失去意识。这是解药。谢谢。你上面说的这些我都信，但你告诉我，你为何穿着一身刺客的夜行黑衣？